第30题，试管内置入大理石碎块，倒入稀盐酸溶液密封后，再将之放入装有水银的水槽中，使其悬浮者如图。在反应过程中，试管的沉浮情形是如何？我们看到这个试管目前是浮在水银上，这时候的浮力会等于物重，也就是它所排开的液重，也就是它排开了这么多的水银，受到了这么大的浮力。而我们在进行反应的时候，质量会守恒，也就是它的质量不会变，因此它的浮体的浮力等于物重，所以它的浮力也不会变。因为浮力不会变，所以排开的液体的体积也不会变，所以它的沉浮情形就会保持不变。所以第30题问我们说，试管的沉浮情形是如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仍保持不动。